点哈。因为你的笑脸坚定我的信念，从春天走到冬天。哎，是谁这么优秀？慢点，有价值哦。就是你的笑脸比太阳还耀眼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，笑脸依旧那么美，要跟你继续冒险。我们的世界爱不会改变，手牵着手蒸发所有的伤悲。好，今天啊，学员打到了吗？我们要冲到终点。笑脸依旧那么美，要跟你继续冒险。我们的世界爱不会改变，手牵着手蒸发所有的伤悲。不管多远，不管有多累，我们要冲到终点。我们的世界爱紧紧相连，喜怒和爱乐都值得被纪念。不要哭了，你讲讲一下，你干嘛哭？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？说十点就要出门，要怎样去办卡？他说：“妈妈快点啊，什么的啊，妈妈今天要那个啊，怎么样啊？”他又我问说：“暑假还可不可以再来？”哦，对，他就已经有跟我说预约说：“哎，暑假我还想来这边玩，来这边学习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不错啊，十二点嘛，都还没到。”他就一直讲：“妈妈，你快一点呐、哦，我时间到了呢，哦，你快一点呐、哦，我很想去学，你都快一点。”然后我就说好啦，妈妈还在上班，妈妈的中午还没下班，你就一直催一直催。他说妈妈你快一点啦，我很喜欢去，你快一点，就是这样，根本都不想走。